今天我们到了安塔利亚的老城区后边，然后我一个不吃糖的人天天都在吃土耳其糖，真的巨好吃。后边就是海，一会儿我们要出海去玩了。这个船是不是倍儿酷，看好玩吗？海盗船长啊，好有意思。旅行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？是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吃得好，吃得好，吃得好，主要就是吃。然后我现在在地中海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，看看他家的美食怎么样，一会儿给大家录一下。这就是我点的一个海边美食了。作为互联网的网红，就是吃这些蔬菜配沙拉。那现实中的王红全星是什么样呢？现实版的王红全星是吃什么样的呢？海藻吧，哎呀妈，什么沙拉不沙拉，哪能吃素呢？我跟你说，这盘子现实中老大了。得，看一下工人员呗。不敢。我们是来玩滑翔伞，准确来说，我看谁玩的。70岁老太太，你一点不害怕吗？不害怕。人能下海潜水，人能上天，能玩滑翔伞，都不害怕。我特别怂。我在瑞士玩了一次，我全程不敢怎么睁眼，尤其他把帽子拿着给我拍照的时候，贼害怕，贼害怕的。所以我只能看。小助理他们也玩，他们去选裙子去了，打扮美美的，又给他记录吧。我就看了，你上吧。我不要，真的很好看，太高了。太高了，飞得多好，妈都看不见人儿。不要，太高了，摔下来成肉饼。不行，喂鱼。